打完这款游戏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。MMORPG 高度还原电视剧的经典内容，开了两幅啊，好吧，进来朝圣一下，是一款好玩的游戏吗？哦，三个职业，看来不会特别好玩哦。驱魔师、法道。角色性别职业都是绑定的啦。好啦，选个妹子吧。既然前面还是有电视剧可以看，然后现在就已经进入开始啦。OK， 拉近了。哎，这个跑步的样子，我怎么感觉？有一款跟他一样欸，应该不是同一款吧。哎呀，送这件服装啊，绝世神兵新娘服欸。他讲广东话，这游戏竟然选择在这个礼拜推出，钻石不够，所以我用飞血是不行的。只慢慢跑过去啊！啊，连血 NO 就是这样啊，整个画面就是挺乱的。准备好了。他直接穿插这个画面，节省成本。失宠。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啊，上方他这个太扰人了啦，上方那个啊，那叫什么系统公告吗？参与进阶特惠活动购买的失宠礼包什么的呢，他们挡在那边，让那个画面啊，画面原本已经够乱了啊，又多了那一句话。你看，唔知会变成咩怪物？啊，驱魔龙族马氏全人马丹啊，将神走甩咗，又多咗两只僵尸。多一个技能。我哋马家有排都唔得闲啊！我要变强，这边可以自动进阶。呢个就系我龙复生一直不老不死嘅原因，因为我哋系僵尸。好啦，我哋继续追个反先。这游戏看起来不会有人气的样子。逃犯已经全部捉晒啦，我带佢哋翻去差馆先。你通知高保归队。会员。呢次行动好成功啊！你有好大功劳。记得这是香港开发的，是不是？讲广东话。哦，那个中间上方那块系统公告真的是很恼人，怎么挡在那个地方？啊，拜托了，你们可以用点头脑去想一下吗？手机的萤幕又不是像电视萤幕那么大，然后你就用那个挡在那边，哎，真的智障哎！我靠，这看自缺哦，都挡住了。你开发低廉成本，你那个你不会用，好，你至少。好像用在右上角之类的嘛，右上角那边还有位置啊，就用在右上角那边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挡在中间？人家看了就会想特别氪金吗？不会哦，他们会跟我一样看了就想卸载游戏，我待会就会把游戏给删了。传说中马氏驱魔龙族一家捉鬼嘅本事天下第一，呢次真系心服口服。刚刚想说原本要来出这个的，出一下，那然后算了啊，我这算游戏有点垃圾垃圾的，就不要了，就玩一下，把游戏给删了，然后从此以后不会再下载，是吗？就是这个样子。做得唔错，咁我哋
日本见啦，希望庆功嘅事要改期啦。我哋而家要去日本追捕。好啦，四周都有啦。先做一齐庆祝啊！你做几个最走佬先啦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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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买咗机票啦，而家去机场搭飞机去日本。师重副本，请做好准备，开始挑战啦。到了副本啊，这是副本。那尸虫他有帮忙战斗吗？看不出来啊。什么东西啊 ？Boss 来了。他怎么站在那边杵在那里？哎，你该不会做游戏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做什么？那个王真真啊，那么大一只坐在那里，你看到、哦、这个，那系统公告就挡住他的脸啦、啊。你看，哎，可不可以四天聊天可不可以讲话？靠北啊，不能讲话。啊，算了。啊，差不多可以删游戏了吧？我已经玩到了体能极限了，我不能再玩下去了。再玩下去，我会对不起所有的玩家们。大家拜拜。